顾佳，30岁的富婆全职妈妈，治得了绿茶，打得了恶霸，好像这就是每个女人想要活成的样子。但是辣盖纸醉金迷的魔都贵妇圈，她根本排不上号的呀。毕竟贵妇之间也是有鄙视链的。照片中的 C 位李太太背的就是传说中的包中之王喜马拉雅，钻扣款的估计要200万左右了，应该就是世界上最贵的包了吧？关键是侬的底里向根本就买不着啊，有市无价呀。左二的王太太呢，背的就是紫色 Kelly 鳄鱼皮，算上配货应该也要40-50万了吧。哎，最后再看看顾佳自己的香奈儿2.55吧，虽然呢也是徽章限量版，发行量蛮少的，市场价呢大约也要6万左右，也是对比起其他人，他也只能靠边站了呀。为了可以进入魔都贵妇圈，他还找王曼妮帮忙买了一只爱马仕鸵鸟皮，这款包价值将近也要30万左右了，毕竟是稀缺款式，罗内马的。终于合影有了自己的位置，做魔都贵妇辛苦了。来新港。